真的好像可能还有个电，所以一拳，哎，有设计，倒霉，哎，倒霉的人，这咋走啊？直接下一把，兄弟，倒霉的人换了一个，你来一个，我来五个，我在。哎呦，死了！哎，顶走，疯魔，哇，这波流星松可以啊！哇，有点绝境了。绝对怎么说 ？W 到怎么说？有屏障 Q 上去，找屏障，怎么找屏障也要这样打啊？哇，主要征服者点满了，想打就想弄，征服者肯定点满了，身上亮光了呀。是的，那找屏障怎么打？怎么说要动凯南？小虎已经到了，就咋走？丢一下，敢跳吗？怎么说？来埋伏到远程给跳弹。在意外先炸死一只 boss 一个，然后等正面推线，瑞尔飞机全来的牛头也到，赶得上吗？赶来了，越肯定要越你的呀。小虎先 A 一下 Q 闪拉出去，正好角度，然后再往外面拉。哇，兄弟两边开始干仗了。那飞机这个位置踢出来继续弄，怎么说就弄到底，两边都要弄到底。杰西没来，大叔也来了，飞机走了，好像哦，闪现换，闪现硬弄进去。哎，他闪现换给小炮刷了个跳，还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小炮本来有点危险的。那小炮本来有点危险的，他闪现换完之后，小炮刷跳，小炮可以不用交闪，这波还能回中路吃点线再避。哎呦，乱斗！早哥吧这样打，肯定还好打一点啊。再下去了。怎么说？小虎要不踢一下？这波其实小虎能踢的。小虎能踢，就看他有没有感觉。来了，踢吧。踢了。啊，那算了，哇，可以哦，杨奎一定要踢啊，必须要踢啊！哦，他中路是多处理了一波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这做大烧脸还在干仗，把跳弹打爆，继续往里跳，空中再刷二段跳，杰斯锤进去，牛头也要到了，小虎往里逼一个 fly， 喂，牛头到了，杀完了呀，小虎这波。慢 WQ 很细节，但是小虎没蓝了。小虎没蓝，小虎死了吗？怎么感觉？哎，有果子，还有果子。W 抱住一个 Q， 快了，小虎这位置炸了。怎么说？感觉那个位置刚才不如直接闪过去找大树。哦哟 ，EZ 大招，哎呦，又来个 T， 我还在干仗，很激情啊。但是右边不会 K 啊，是啊，右边无所谓啊，干呗。右边感觉中路转满，太大。太大了，一枪，枪往上走，两枪再往上走，就封路。我操！哇，不敢赌，赌不了，赌不了，赌不了。哎，中路又出事了。哎，中路牛肉吃掉，但莉莉亚也吃头。牛肉换在打排位，牛肉换飞坤。这牛怎么死的呢？牛怎么了？换了牛和中单换了、哦，他故意去那个的，故意的吗？对。这奈的脾气打这他妈 W 上又来再来，怎么说今天比的就是谁人多，但是要被换了，差一点、哦、还出来了。哇，这莉莉亚 W 动作是真慢，兄弟这里在摇头。你看 Light 这里怎么一来一去弄下路去了，变奏转点，这绝望了呀、哎、绝望大招，太绝望了，进化别用了吧，是不是用不用差不多，用不用差不多的呀。哇操，进四杠零啊，这阵容真的一枪一个金，真的还能吃肚子。这个怎么说，牛头不在就到进化姐，一枪两枪，最后一枪在，哇，等下 个等下 Q 还是 A 枪一个 Q， 我感觉他想退了，你绝对想退了，不是真的下吧，打战永远在搞兵。哦哟，皮杰碎砸一个 Q 惩戒，来再能踢下去呢，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。踢下去、哎、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后面有 TP。 屏障卖下，但还是吃不消啊。你看董鹏在干嘛、啊、硬流、有人说脏话，有没有可能自己说的？有可能，这种是有可能。大树有闪，我操！硬弄这么大吗，兄弟？感觉还真杀了。啊！但是BLG全线，对，你弄我就弄。
来就弄，又在弄，兄弟就是弄。啊、对，怎么说 ？Q 没打到，我被莉莉亚拉走了，十级莉莉亚。闪现没留住人呢。杰斯绕后 TP， 牛顿没到。哎，牛顿反向闪现，先吃个牛肉。还行，兄弟一换一。舅梦死了呀，舅梦。哎，我撞破。哎，哎。感觉兄弟几条大盲犬，兄弟他妈炮 F 六，啊纯排位兄弟，哎小五，排位排位绝对排位赛，纯排位宝贝真的，哇哇，我已经找绝一掉了，哎呦，前面两把跟对面对了两把运营，直接昏了兄弟，兄弟不知道在玩什么。来上路想留走位扭一下啊，回头锤吗？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了我先追你，我后面没人怎么办呢？对，那你敲回来，我后面有人又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是这样的呀。怎么办呢，金英雄？就这个对局很容易发生这个画面。我们说四打五，这时候就有人说脏话了。四打五能打能打能接能接能接，提速了啊！不管，喂，哇，这闪好极限啊！兄弟一上来你敲不敲呢？是这样，小半截敲不到、啊、这飞机第三件买什么银血剑吗？这是银血剑吧，直接无尽吧，别银血，那阵容应该是要银血的，我倒是开大了，哎捆几只牛头过来帮挡，挡完就没动过了。哎呦，没开急进来，奈特为什么在这里啊？你一定会在这里吗？这里不是应该是牛头站的位置吗？感觉这里是 R， 就至少也是个莉莉亚，不感觉是阿卡站的地方。二哥都上吧。哦，如果分的话，哦，又没有分嘛。哎呦，又弄，西米斯 QA， 还有盾，回头一枪一发，哇！哎，奈特不管，就也不管了，无所谓了。哎，这边想逼大龙吗？你们为什么能逼大龙呢？我问问你啊，就不管逼个小炮 TP， 对，先逼嘛，但是小炮应该会 A 到底还是他？对啊，小炮肯定 A 到底啊，小炮也不会犯这种低级失误，这种低级失误只有在定组赛的时候才有，还在 A， 怎么说准备踢咯。 OK TP 看一下牛头进来，哎哎呦，得先拉小炮输出输出输出，来吧，先炸死飞，没炸死一丝血，哇，没有运气，被捆了还，哇，一枪毙了，兄弟，哇操，飞机杀了翻了，微博，哇，感觉闪现跟一下啊，得跟，得跟，中上两个都有闪的呀，但是刚才那个血量看起来就是会死的，你先跟嘛，你跟早点跟啊，你留着干嘛呢？不是把那个火花打爆也行啊。就打爆继续跳上去打呗，对呀、啊，在打蓝啊，打完了，打完然后被捆，哎，这下真的闪现 A， 跳，对啊 ，A 二 A， 他有点可能是有点怕砍的，那怎么又，那点了呀，或者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直接把R用了算了。就直接给飞机也可以，直接给飞机也可以，对吧？也可以，也不会几点吗？八点四十，不是晚九点，这来回的还不如我这个路上时间久，是吗？哥们堵车，坐两个小多小时，不到两个小时来的，在那堵住。我操！我干了都。还真说准了，范迪啊，是吧？主要是两把。对呀、哦，控制抵消，先往后拉一下。尊严而战法，弄吧！闪现 Q， 莉莉亚。老战，啊！睡出来被水银了，怎么说？压起闪没交出来，一枪，两枪，怎么说？准备架狙吗 ？Q A 风，哇，差点毙了。一个六，哇，嗯、啊，这个没反应吗？全在秀。兄弟，真的、啊、不动的吗？兄弟，不动如山，不动如山，在这里形容吗？不，你什么意思呢？小虎等于麦德蒂，不动如山，
啊，真不动。啊，没事，加油吧，打油吧，打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啊，微博季有机会啊，挺激情的，就是吧？还有复活奖吗？嗯、啊，那、啊、冒泡赛还有冒泡赛了。聊季盈利也没感觉，好像统治还在持续。就是你跟他运营你也打不过，你跟他打乱战你也打不过，那怎么办？后面那个裁判我怎么没见过？主场裁判吧。